我哋而家喺香港機場咧，正在準備出發去呢個名古屋啦。哈哈，我哋有成三年冇去過旅行啦，哇，終於有得去啦！咁我哋咧去到 Hong Kong Express 嗰度咧，我哋就冇做到嗰、那個自助 check in 啊，因為咧我哋訂機票嘅時候咧分咗兩張單。咁有朋友話如果咧做自助 check in 嘅話咧，那個座位咧就分開，我哋冇加錢咧就去揀座位啊嘛。咁而家我哋就排咗去櫃台，啱啱先就寄咗行李，咁佢就幫我哋個座位咧就編咗喺隔離啦。一齊坐啦，唔知係咪等到機度有窗口位坐下咧？哇，三年冇搭過飛機，有啲緊張啊！好啦，我哋走啦，拜拜，拜拜，拜拜香港。上到機真的是窗口位啊，還要安排了在第五行，那我們就可以快點落機啦。到步第一時間當然去找日本中部旅遊中心換票先啦。即日起至4月30日，只要乘搭台湾或者香港出发的航班进出日本使用新特利亚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就可以免费换取新穗高高空缆车来回门票一张，或者名花之里门票，又或者长岛温泉乐园门票，三选一，额外还赠送线上免税商店完美行购物3000 yen 折价券。咁着数，我哋又点可以错过呢？而我哋就拣咗新穗高缆车，希望去嗰日唔好落雪啦。而日本中部旅游中心位置位于中部国际机场第一航下2楼入境大厅，当你入境后出闸嘅左边方向，就会见到日本中部旅游中心，就在10位隔离。兑换方法。只需出示中部国际机场的来回机票购票证明，纸本或者手机荧幕截图都可。换完飞，我哋依家就去 Time 攞车，穿过空桥后就会见到名铁线。我哋咧搭 lift 就落咗1楼嘅巴士站，再行前少少就见到 Time 啦。最后我哋成功攞咗一部日产银色嘅白人车啊！事不宜迟，我哋即刻装翻个 cam 就出发名古屋啦。边行边再讲翻头先租车嘅情况啦。咁其实我哋去日本半个月前啦，就喺网上预订咗架 Toyota 嘅 Sienta 嘅六人车嘅。咁攞车同埋还车嗰个地点咧，咁我都拣翻喺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啦。咁我哋咧就由3月13日去到3月19日，咁一共咧就系、是租7日嘅。咁网上嗰个价钱咧就系50730 yen 就包基本嘅保险。但系咧，我哋头先去到嘅时候，咁佢就俾咗而家依架日产白人车我哋啦。咁其实租嘅时候咧，喺网上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有写到咧系有可能会俾同等车型我哋嘅，但系我又冇谂到佢连个 brand 都会唔同咗，我仲以为佢点都会安排翻架 Toyota 俾我啦。咁其实我自己个人即系思想咧，就硬系觉得 Toyota 稳阵啲，因为我哋都揸开 Toyota 啊嘛，咁好少出事啊嘛。咁頭先攞車嗰時咧，我就問翻嗰個工作人員，可唔可以換翻架 Toyota 俾我啊？咁佢就話冇曬車啦，所以都換唔到俾我，咁都冇辦法啦。咁我又再問嗰個工作人員，因為我哋咧頭先換咗嗰、那個新穗高高空纜車嗰個飛啊嘛，咁我就話俾佢知，我會去嗰度啊。咁依架車其實得唔得噶咁樣？咁佢就攞眼電筒咧就照一照嗰個車輪就睇一睇，咁佢就話我哋依架車咧係雪胎嚟嘅，冇問題可以去到，咁我哋都安心啲。咁我哋雙方確認咗租車嗰啲刮痕啦，同埋架車嘅狀況之後咧，冇問題咧就出示翻個國際駕駛執照同埋護照啦，就俾翻嗰個工作人員登記。咁一架車咧最多可以登記2個駕駛者嘅。
咁而车保方面咧，我哋咧就即场再加钱咧，就改咗个高级啲嘅全保，因为佢头先都话咗俾我哋听啊，原来有几个 grade 系唔同嘅。咁既然都出咗去咗旅行，出咗国啦，咁当然安全啲啦。咁就买咗个最高嗰个免责嗰个系零嗰个咯。咁另外咧，我哋就加咗张 ETC 嘅。咁最后总共租车个费用咧就变咗系65,910 yen 啦。原来依架车都几新下，行得20,000+公里。我哋第一站就嚟到日本人嘅心灵故乡热田神宫。依家依度咧就系热田神宫嘅西面嘅停车场啦。咁依度咧泊车就系免费嘅。热田神宫系日本最古老嘅神宫之一，面积达19,000平方米，用日本神社经典嘅神明做样式。热田神宫相传系3世纪由日本武尊和建嘅妃子宫泽垣所建，因供奉住日本三大神器之一草剃剑而闻名于世。除了固定的祭典活动之外，不少当地人结婚时都会来依度举行仪式，祈求福运。因此热田神宫是非常热闹的一座神宫，每年都有近1,000,000人来参拜。等我哋都揀返个交通预售保平安先。落机后，除咗喺驿站食咗包虾片之外，都冇嘢落个肚，即刻去揾嘢食先。喺热田神宫附近揾到一间凤来轩，听讲系名古屋最出名食鳗鱼饭嘅地方，等我哋马上去试下先。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呢个凤来轩嘅本店啦。对面都系咁嘅喎，个商场。呢边呢度咧都系凤来轩嘅停车场嚟嘅，所以都大把位。何为三食？第一食，直接品尝鳗鱼饭的原味。第二食，加上香葱、芥末、海苔一起食。第三食，加入茶，做成鳗鱼茶泡饭食。其实蓬莱轩推介是有第四种食法，而第四种就是你喜欢哪款食法就再吃多一次。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晚租住的酒店了，现在带大家 room tour 一下先。好了，我们进来之后呢，这里是我玄关位的，然后呢这里就开门进去，噔噔噔噔，一进来呢这里有一对梳发，然后后面呢就是床来的，直入这里呢，洗手盆的位置啦、鏡啦、茶洗面啦，咁咧依
边呢入嚟呢就係、是、厕所嚟嘅呢个係。好啦，我哋闩返门先。咁呢然之后呢再转过嚟另外一边呢，好啊，就有一个门嘅。超大型浴缸啊！呢度有个好大型四人喎浴缸喎，哇！呢个系一个按摩嘅浴池嚟噶，四人按摩浴池，系按摩噶，好大啊！呢个，哇，正啊！呢度，哇！呢边仲有好多同款式嘅冲凉液、洗头水，哇！卷发器都有喎，咁铺嘅。卷发器喎，夹发器喎，仲有，同埋风筒嘅。咁咧，呢度咧就有啲纸杯，我俾我哋茶朗口噶。OK， 嗱呢度咧有一对梳化噶，可以食烟噶，有个烟灰缸摆喺度嘅。咁咧，头先我哋啱啱 check in 完啦，咁咧佢就拎咗呢个咖啡啊，俾我哋啦。呢度有一个 Times Cafe。我哋嚟到呢个浴室度睇下先啦，呢度咧就有得企喺度冲凉嘅，跟住咧呢边咧就系、是、呢个按摩浴池啦，好大个噶。嗱，点玩呢？首先我哋过嚟呢度就揿嗰个掣先。哇、哦！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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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几正！水力澎湃，七彩变色，浪漫满屋，按摩体验。再翻单架自动，听日我哋会去日本三大温泉之一嘅夏吕温泉 book 咗间一泊两食嘅温泉酒店，最后记得帮我哋按赞同订阅哦，再见。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Please subscribe to me.